热啊。渴了吗？给你买瓶水去。哎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和你在一起每天都享受爱情的滋润，怎么会渴呢？但如果是五分糖的奶茶，我还想要。好，待会儿打车回家还是坐地铁呀？坐地铁吧，待会儿下班时间应该路上会很堵。原来现在跟我在一起，当然是地只会更添堵。地铁在那边。陈志强，你不是那种头脑发达、四肢简单的人吧？不可能的，我老灵活了。那你试试看这个动作，双手交叉，手往下压，回头看看能不能看到自己的脚后跟。好，卡哇伊呢？你这耳机都戴一天了，不会不舒服吗？不会啊，这是 Beats 的 WX 无线蓝牙耳机，戴着可舒服了。你试试。哟，你还听 rap 呢？哟，这耳机这是不是还不错？百来块钱就把空间音效、风化降噪、生物制膜的 buff 叠满了，而且它续航能力也很强，充满电差不多能用一周左右，充电速度也很快。而且滑动还可以调节它的音量，哎。是啊，性价比是不是很高？但是有一点不好。什么？主要就是你戴上它的时候，你听不到我说的情话了呀。哎呀，我东西忘拿了，你帮我取一下。什么东西啊？在这里啊，我你取一下。抖音。